有看到 FB 社团跳舞那个吗？那个到底什么城市啊？为什么可以长那样啊？那很离谱哎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它可以调成这样？这到底是啥小啊？不是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啊旁边那企鹅为什么不会动啊？机密太妹，哥可以开视讯跳一下吗？冷俊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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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叫什么啦？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啊？我的江湖我说了算。昨天停电到几点？好像三点电就来了。他说什么？我们这一区要换一个什么开关的？原本要停电停到六点。不是停电就算了，手机没电，行动电源被罗杰用到没电。你哪里？又是那个笨兽仔哦，阿迪。其实我昨天晚上原本要开的，我昨天晚上自己在打韩服。哥哥有拆红包了吗？有，感谢你呱呱。罗杰在拆的时候还一直觉得会刷金子，我跟他说你不可能是乱源。哎，我说主播，我那天没想跟你拍照，但工作人员说要顺便跟旁边老赖一起拍照，怎么回事？干，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人没拍到哎、欸。前天别人在一个叫阿 B 的，好了啦，被你们搞到快忧郁症了，干好可怜哦，到底为什么这样对他啦？我们阿 B 这么高追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这样对他好不好？连世成被偷巴龙是做效果吗？是做效果啊，他叫我们故意不要去乱捅神，他说他跟他五五中，然后就被抢了。所以第二次我们就有去杀他。第一次他说，哎、欸，不要乱他，给他抢抢看。这次拍照的人多吗？多到工作人员不让后面的人排了。拍照拍了多久？一个多小时吧。然后后面的不给排了。有去找卡莎吗？没有。哥哥，如果是观众的话，会想跟罗杰合照吗？哥哥，为啥您的脸这么肥，身体却能这么瘦呢？点点点。为什么密袋 FB 电狼帮合照没有你？啊，最烂的在当时矿主啊。哥哥，结果星期天那个是你先认出我，那咖超喝啊，对啊，我就讲我都记得啊。好啦，走过来，我是你 MOD， 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啊，结果我都知道他不知道你是谁啊。嘿，你是罗杰经纪人吗？怎么都知道他行程啊？没有啊，昨天停电，我原本想找他晚上出来嗨啊，凌晨一点。问他要不要出来嗨？哥哥，你们队伍为什么要跟神拼重击呢？点点点，相信我们 B 哥啊，业余最强打野。B 哥是谁 ？B 哥弟。啊，哥哥为啥要委屈自己给罗杰打 AD 啊？哪有委屈？那只是我不想打辅助而已，下路其实辅助比较重要的。你看 AD 是个白痴都可以虐线的，这游戏 AD 根本没屁用。哥哥为啥没玩万龙？他又没找我。好啦，万国花几百万啊，万龙不找我啊，没关系啊，熊哥。你是报价报多贵啊？啊，我就讲了，比 Roger 便宜很多，到底想怎样？便宜很多。我是一名熊宝，也就是 NL 的忠实粉丝。我非常喜欢 NL 的实况，他风格幽默风趣，他技术高超精湛，他的人品正直善良。哥哥，订阅快掉到5000以下了。好了，现在这样对我啊，好啊。NL 788。哎呦哎、欸，干尾子哥，这傻小啦，为什么几天没看你已经宗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而且他昨天好像撞到飞可哎，我看一下，你昨天是不是有遇到飞可啊？好像阿奇一推五还怎么样的？那应该那是真的飞可吗？假的？哈，那假的哦。韩服有几万个飞可，可是你这个算高端局啊，还是假的？今天要随什么片片？今天要上大师。我有一天也能在韩服上奔驰吗？昨天也蛮多的，昨天自己偷打一二三。四五，昨天五胜一败，没有关系，我带有善意的发问，都要带着恶意回答。你那是算善意吗？哎，伙伴，我现在玩这游戏，怎么啦？又想变强，又在幻想？我真的没有天分吗？怎可能？万安抱枕可以直接丢洗衣机吗？不可以，请用手洗的，不然射粒子会跑出来，头会破一个洞。为什么是瑞纳达？拜托不要，拜托你不要好不好？我昨天才配一场敬佩瑞纳达，我觉得超烂，真的不能再敬佩瑞纳达。酸哦。到底在拽什么？妈的，真以为大师很有料是不是？打给龙以后比喻了，看他们疯了、欸。因为我太害羞社恐 ，Roger 鸡巴呀，完全没人要靠一下，免费的头哎、欸，没招嘞、欸。干啥啦？
肉头炮。妈的，你敢露头？我朋友徐光宇1月24日生日，可以祝祝他生日快乐，考证照顺心吗？好，哎，祝他一切顺利。看为什么他走路这么快？哈，是牙宁140哦。哈，傻歪了。点燃下下去，烫烫烫，烧烧烧。牙宁还在挣扎。来，我这个巨量陷阱塔。他好像没什么救了。是你打人超痒的，是打小。你打小啊？打他小啊？这么痒再打他小、啊？打完一套不到半血，干他超痒，不知道啥小，嘿嘿，完蛋了。高，哎、欸，你确定他没大吗？看为什么？我觉得他走路特别快啊。阿雄，你的三叔鞋是假的吗？怎么他比较快？对啊，为什么这茂凯走路这么快啊？到底是他小啦、啊？你打不赢他，你认真还是他硬点塔？靠杯啦！认真，怎么搞错啊？这样都打不赢，妈是大市场哦！拜托一下。060你都打不赢，他补超算是好投资，确实。老哥炸韩国语哦，冷静。哎呦！感谢熊安全套8个月，谢谢啦！咖喱哥哥 ，Oh my god， 咖喱哥哥，该下来了吧，克里斯啊，应该掉大师了吧？这么废，不得不说你劲真的是姑妈等级的哈，这是称赞吗？他的劲有我的劲强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你说是宜人的劲，哪需要学别人？好了啦，又要讲这些有的没的哦。